主料：瘦肉400克，木耳100克。辅料：油、盐、淀粉、淀粉水、蒜蓉。生抽准备时间：10到20分钟。制作时间：10到20分钟。瘦肉洗净切片，加入盐油、生抽、淀粉，抓匀盐片刻待用。木耳用温水泡发，清洗干净，切小块。下油锅，爆香蒜蓉，倒入瘦肉翻炒，炒至八成熟时捞起待用。另起油锅，爆香蒜蓉，倒入木耳，加盐翻炒，倒入瘦肉一块翻炒，炒至菜全部熟透，加入淀粉水，起锅码再叠上即可食用。烹饪技巧：可添加其他色彩的配菜，使整个菜系色彩更加丰富一点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news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